我们正常上访，你来，你来接访，你们抓我们，劫我们，你们是违法的，对不对？在国家，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要人权，我们要安全。咱今天来这个目的，就是说，咱我就说呢，我就说水平有限啊，也不能说呢把这个事那个。组织下去还靠大家，依赖大家，说听听大家的一个观点，就是说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啊，最起码来说，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呢，这么大事老人了哈，是吧？他这个经历这么悲惨，咱们这个说，我这不是买点白布吗？大伙儿齐的款子没清楚了，我说咱们给他那个给他那个那个，就是说愿意的啊，这不是说愿意的，咱们给那个表示点哀悼，咱们那个有点表示，就是说那个。也是说我心里想说的话，我也想这么办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不是说那个，也咱也不是说做过激违法的行为，是吧？我说咱就说那个把这个布买上以后，咱就说说该带的还是该系的哈，咱们那个就是表示表示吧，就是说咱们毕竟说上访十多年了，说认识那个难友啊。我是有这种观点，就是我主要观点，咱们代表对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我们同意。咱应该怎么办？应该醒悟了，就是采取一个什么办法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咱就实政府说，领导人知道这种上访是那个这种结局，这种是哄骗咱们的。咱们也是人嘛，咱也不能说要人再愚弄下去了。必须要实行民主，没有民主。没有民主的法，什么都不行。没办法，民主就是力量。我们上是我们中国人，全都得救。到过新房口也没用的，否则是白扯的。新房口你不学法律，不学政治，你是不懂的。现在我们的上访人受到了欺压、打、抓、关、回去，关着啊，关到精神病院、劳教啊，由他们的主观就可以。劳教你没经过什么法律程序，没法，所以现在的国家就没有法律。对，因为现在有过激人大都是官僚代表大会，是啊，没错，他不是人民的代表，他们简直就是黑社会，新法西斯，对，中国的法西斯，以前压法，以言代法，对，中国法西斯，你没得告，对，这个世界，中国同胞们（括号），尤其上访同胞们（括完了）冒号，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美丽的谎言，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，持续进行专制、独裁、腐败统治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、互相残杀。刘少奇和彭德怀等老一辈中共高级领导人被大独裁者毛泽东杀害，足以证明以后的中共专制独裁照旧存在，自相残杀。统治者对老百姓更是肆意欺压、屠杀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及伤残等。受压迫的人民连年上访，有几年的，还有几十年的，普遍生气上火、病残，有的病死，有的饿死，有的冻死，有的被解放的害残害死，有的被解放的。省失踪，但就是不公正解决上访案件，全部政法机关和信访机关绝大多数都在欺压人民，害上访人，丧失人性。上访同胞们，上访路是条死路，死了上访解决案件的心吧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访人逃跑过程中撞上火车，当时就造成二死二伤的恶果，极其悲惨。呼吁醒来了，起来，全国上访同胞罢访游行，废除中共独裁，实行民主，是上访人的唯一出路，也是中华民主（括号含中国括完了）的唯一出路。醒来，起来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，争取民主，实行民主，废除独裁，根治腐败，拯救中国，建立民主新中国，造福人民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！好，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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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写倒是不错，要这么写，大伙儿是不能够支持咱们，这是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现在已经是死路一条了。哎，早是死，哎，早死早拖着。哎，早人们已经知道这个上访路是一条绝路了，早晚是有，没有别的希望。这种情况就是不能
再下去，再有什么好办法？这一生呢，不怪谁，就怪这些救父母的不负责任，把你弄得这今天这种地。有时候想想挺那什么的，人家一生像我这么大的，上学的上学，基本上都在上学或者是在家里边的，有几个像我这样的？我们从上一个星期就开始打算了，但今天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那个星期一中午到那个你在站台上等我，然后我就直接过去上车。他把票都买好了，然后就直接走。我说我给我妈留了一封信就走了。我心上我就这么说的，我说那个为了我的幸福快乐，我不得不这么做了。你既然反正你早晚也是要跟你分开，你反正你把我送回家也是要跟你分开，你不如让我一个人去生活，我一个人打工自个儿养活自个儿，我不想回家，回家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也知道，也不是不清楚，然后一个人打工养活自己，你什么时候想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回到你身边，你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再回到你身边。买单759次列车车票的旅客，请在广场西侧第六行站口检票进站，请在第三站台南侧上车。买单759次列车车票的旅客，请在广场西侧。我妈那种珠宝养着，请在第三站台南侧。真的是，但是我要不走，她逼我走。你估计我走的情绪什么样，我还不敢想象，肯定是特别的难过。然后，我到现在我还是小五捡了一个丁梦欣的。哦，好的，不错的。你再开开小姐的。他今天忙不死哎。